徐州恒辉编织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1088系列八股锡箔揽绳编织机，采用人机交互操控界面、自动润滑系统，并免编织，适合编织直径20毫米至60毫米的揽绳。相较于传统的钢丝绳具，锡箔揽绳由于轻量化、高强度、耐腐蚀性能、高刚度、减震和吸能等特点，在船舶或浮标的锡箔系统中具有明显的优势，并在海洋工程、航运、水上游乐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。更多细节，欢迎来电垂询。